这个楼啊，正面是这样的啊，这可能是一个政府大楼，政府大楼，这个手这么黑呢？我刚才在这边自拍了一下，这感觉这么黑呢，这人整个，哎呦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太黑了。都关着门啊，估计是一个政府大楼，完全看不懂它写的是啥。这边的话呢，是两个雕像，上面还落了个鸟，哎呀，哎，这两个大哥，这两个大哥很屌啊，谁能帮我照个相呢？这旅游啊，就是这个支三脚架太麻烦了，以后我一定要发明一个简易三脚架，或者是用那个悬浮式拍摄啊，否则的话这个东西，哎呀，照相好麻烦。老汉。